是一种含有丰富矿物质的水果，对于身体的健康起着重要作用。其中，钾是苹果中一种重要的电解质，对于维持正常心脏功能、神经传导和肌肉收缩至关重要。钾离子在细胞内外保持平衡，帮助调节心跳和血压，并且是神经系统正常运作所必须的。此外，苹果还含有其他重要的矿物质，包括钙、磷和镁。钙是构成强健骨骼和牙齿的主要矿物质，它有助于维持骨骼的健康和强度。同样的，磷是体内能量代谢的关键组成部分，对于身体正常运作至关重要。此外，镁在体内参与超过300个酶系统的正常功能，对于神经系统的正常运作和肌肉功能起着重要作用。苹果作为一种富含矿物质的水果，有助于提供身体所需的重要营养。它们不仅对于维持心脏健康、神经传导和肌肉功能至关重要，还对于骨骼和牙齿的健康、能量代谢和神经系统的正常功能起着重要作用。因此，每天食用苹果是维持身体健康的一个简单而美味的方式。无论是生吃还是加工成其他食品，苹果都是一个丰富的矿物质来源，为身体提供了多种健康益处。